家人们啊，但不用送礼物啊，帮小小点点赞就行了，帮点小小点点赞。有人说卡，有人说不卡。太卡了，卡吗？我们点点赞啊！如果觉得卡的话，家人们如果觉得卡的话，那个帮小小点点赞，帮小小点点赞，可能它就没有那么卡。小小女儿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不卡就行啊，直播间家人们，我们先点点赞，我们先把赞赞点到十万吧，我们先把赞赞点到十万。我们现在呢去我小姑的公司，杰哥他停车去了，我等一下他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家人们。进来的家人们，我们先点点赞。现在我们的赞赞只有6000赞赞，我们把赞赞先点到十万，我们把赞赞先点到十万。然后能分享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可以帮小小分享一下。安杰呢？安杰他停车去了啊。他帮我停车去了，然后我这会儿，我现在在这儿等一下他，然后他来了过后呢，我们就一起，跟我一起去我小姑的公司。昨天有看我直播吗，家人们？10000赞了啊，10000赞了，我们把赞赞点到10万。昨天有没有看我直播？看了。看了的家人们应该知道啊，昨天的话，曲布他带我们找到了一个保险柜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那个保险柜，我小姑刚给我打了通电话，让我现在赶过去打开了，已经打开了。然后我小姑现在叫我过去找她，有东西，里面是有东西的。昨天不是那，因为是那个，曲布带我们去找的嘛，所以呢，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是有没有东西，这个东西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这会儿我小姑她那个保险柜打开过后，她就给我打电话叫我过去了。我能分享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们分享一下。哎，挺好啦，挺好了啊。看一下杰哥吗，家人们？要看一下杰哥吗？什么？下着有点雨哦。一点点小雨。你看你还穿这么薄。没事，家人们你们好，给家人们打声招呼。冷不冷？不冷不冷不冷。我的外套给你穿一下。没事，不冷不冷不冷。Hello， 家人们你们好，爸爸点一下赞啊，谢谢你们啊。我刚提完车过来，你冷不冷？我看你穿的太薄了。不冷不冷，没事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我们就是去我小姑的公司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他到底放了什么东西在里面。然后呢，这些东西，点点赞啊，家人们！曲布那个人不能相信，是不是？打一下啊，那三个字。对，家人们，我们全程把那三个字打在公屏上啊，就不要说什么其他的。
然后我看很多家人们在关心，就是说那个手机给没给曲布，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在关心这个问题？是不是有好多家人们在关心我手机给没给他这个问题？注意车，小姐。啊，没事儿。都在担心是不是？家人们，小小做事儿，你们放心就是了。可能给他吗？就算说啊，就算说找到了这个东西，就算说里面那个东西也是有东西的，我也不可能给他。我把这个手机给他，他一天到晚的只知道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给他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有东西也不给他，我知道的啊，家人们，我都听你们的，你们都说了让我不要给他，那我肯定是不可能给他的。哎，小小。哎。刚才说那个东西打开了是吧？对，昨天晚上我们搬过去的那个。对，打开了，所以说我小姨打电话叫我过来一起看看。你给你拍照给你看了。他里面有什么？他拍倒是给我拍了，但是我要上去看看才行。那杰哥，你先坐电梯上去。不是，一起走楼梯。啊，走楼梯啊。那家人们可能有一点点暗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走楼梯上去，因为如果说是在电梯里面给你们直播的话，肯定你们会觉得很卡。然后直播间的话，我们全程那三个字我们不要停啊，那三个字打在公屏上。然后现在是30000点赞啊，家人们，我们直播间现在有1000位家人们，能不能小小1分钟之内我们同时点赞，能不能帮小小把赞先点到10万，可以吗家人们？还是有点累，可不可以家人们？1分钟以内，39啊，我们40的时候能不能把赞赞点到10万？我数三个数，我们一起点，好不好？3、2、1，我们一起点啊，一起点点赞。累了吗，杰哥？累不累？有点累啊。有点累啊。6万赞了啊，家人们，6万赞了。我们把赞赞点到10万，40之前能不能把赞赞点到10万？还有好多新进来家人们，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去哪儿，是不是？现在是到我小姑的公司，因为昨天我们找到一个保险柜，然后呢今天我们找了开锁的，我们把它打开了，好嘞，打开了过后呢，里面确确实实，昨天我也不相信曲布，我也觉得里面应该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但是呢小姑她刚才给我打电话说里面确实有东西，也确实有贵重的东西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公司了，家人们，我带你们一起去啊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杰哥，这里啊，小姑，来，洗手。哎，来，我在直播。哦，来坐。好。什么情况呢，小姑？
哎呦，昨天好了安杰，昨天那个保险柜不是安杰他们弄回来了吗？嗯，弄回来，然后今天早开了公司，现在已经打开了，打开了，对，然后但是里面的东西因为不是很放心，所以我今天请了鉴定师，然后我现在正在等鉴定师。哦，就是你也不确定那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对。那他什么时候过来呢？鉴定师什么时候过来呢？快了，因为几分钟，刚刚说已经快了，估计有个几分钟就该到了。哦，是这样子的啊，家人们，我们昨天呢找到这个东，找到这个保险柜的时候，但是那个时候太晚了，然后呢，我小姑今天就去找那个开锁的，然后现在是把它打开了，里面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里面什么东西？点点赞啊，家人们。哇，开这个东西应该很费劲吧？对，这个找的专业的那个开锁的开的，里面的东西啊，我也很就是这个啊，家人们，就是这个，昨天我们找到的这个大箱子，里面我就这么讲吧，之前就是我那边没有的，全部让他拿了，不过这里面只是一部分，其中有一个。是以前我就这么讲吗，是当初我出嫁的时候你爷给我陪嫁的，是哪个？我看一下。你嫁给牙华的时候柜子是谁的？柜子是给你的啊，是我姑父的啊，家人们，就这个。哦，包装这么机智。对，当初的时候是我看一下。哇，好几层的包装。这个我不是看你那儿有吗？对，我就诧异他为什么会有。当时的时候是你把那个原石拍回来的，拍回来之后就做了一个镯子，就是当时陪嫁给我戴了，然后后来的就原石就一直放在那儿了。我现在怀疑，不止啊，除了镯子还有吊坠，就是冰种这个系列的。嗯，我现在怀疑是他是不是把这个原石给打磨了，我不知道，等会儿鉴定师来一看我就知道了。我听懂了，是这样子的，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听懂？意思是，那个保险柜里面是有东西的，有一部分。然后呢，最主要的是我给你们看的这个东西，我小姑说当时。这个东西如果它是真的话，那是我小姑他们当时那边拍的一个原石，然后呢当时只是做了一个给我小姑当了陪嫁的。那个原石当时多少钱拍的？这样来，当时的照片我还有效，我给你看一下。看一下，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哇， 是这样的呀。来，个石牌，这个是起拍价。家人们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先给你们，要不要看？家人们要不要看一下？我还没见过呢。就是他们就算这种东西啊，也是他们先拍一个原石，就像这样。看吗？看不看？家人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不，一个石头是吧？看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哦，是这样子的一个，当时是就是，你把它放大，看得到吗，家人们？然后当时是只做了你的那一个，然后给你的陪嫁。我现在真的是，对，现在啊，真的是我之前是对他太信任了，我现在就怀疑他很可能是把这个原石请师傅打磨了，要不然他是不可能有这个的，你知道吧？真的是小瞧这个杨华了，你知道吧？当时的时候，这个原石是你爷爷拍回来的，当时这一块原石起拍的时候是几百个，然后当时是就做了一个镯子，知道吧？然后我陪嫁的时候给我带着，然后他知道，他知道这个事儿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就想，他是一直在惦记啊，现在，除了这个镯子。还有吊坠都是冰种的，你知道吗？冰种是翡什么翠里面的，最高级别的。我知道，一般人很少。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资源，没有这个，你没有这个
原矿的话，你是弄不到这种种水种色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先就是怀疑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